带来的这位的确是从形象到造型我们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，还是您来介绍吧。我来介绍吧啊，这个怎么样，歌唱的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大家都发现了啊，一上来啊，为什么长得特别像陈小旭？对，而且歌也唱得好。他的姓名是什么？想知道吗？郭金童。郭金童，哎，郭金童，掌声送给他。好，王老师好。嗯，郭金童唱完这首《葬花吟》之后，眼睛里饱含热泪，啊，对，我们真的感觉像林妹妹看着我们，就是。就是你的心都要碎了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因为真的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这些动作还有表情都是自己由内而生的，都是觉得我就是他的这种感觉来演出来的，所以就会很有感觉投入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粤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粤剧三三，粤剧三三，记得是拼音粤剧三三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再点击这个粤剧名段名家，然后再点击关注，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粤剧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都是粤剧的名家名段，每天都免费为您推送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